嗯，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看你好看呗，嗯，真好看，越看越喜欢。你想干嘛？我可以吗？你想干嘛就干嘛呀？真的吗？那还用讲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不行，我有点感冒了，感冒啦？怕传染给你。我又不怕被传染。那我不是怕你难受吗？感冒了，那你不想照顾我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难受你就能照顾我了呀？咱俩要难受一起难受，要好一起好。那个，我明天几点来？明天还是晚上6点呗。晚上6点啊？嗯，那我可不可以今晚不回家呀？嗯，那我可不可以今晚不回家？怎的？我怕我太想你。那思念成疾怎么办？我就真的生病了。我不能让你生病。对吗？那咱们俩今晚就看一宿的电影，好不好？不，得睡觉，啊？得睡觉。哦，对，还要睡觉。